宋叔叔，我这密码破译的不成功，为了您的飞黄腾达，您还是打我的屁股比较好，还为了宋美美，我这不是让人家遭受命运的捉弄，也别耽误人家飞黄腾达，为了咱们大明朝做点贡献，我愿意遭受这个不白之冤。哎，不会吧？我爹说你破译的很好，马大人十分满意。没什么文化，我才疏学浅。云儿所言不错呀。先知啊，叔父之前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办案而办，不得已啊。可那神木呢？一根破木都算得了什么东西呀？我早就想把它砍了，你看，因为时间，还得麻烦先知啊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捕快高手。所以呀，这儿。 以你的才华，你看是不是能在破获建文余档案的同时，顺手也把白千种家这个案子给破了？宋叔叔、宋美美，你们两个对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恩大德，这事儿我办了。如此，你看。哎，不过，你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仵作学徒，都是编制外的，不是编制内的，要去查命案。 这不得遭受社会舆论谴责吗？我让爹生你做仵作不就得了？谢谢宋美美。仵作是我杨秋池一生的梦想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等的差遣执事，被老百姓看不起，三代之内也不能参加科举公务员考试，还没机会权力寻租。不过，我愿意。 鞠躬尽瘁的去办理此案。不，你贤侄之才，怎么能做仵作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宣布，从今日起，你担任广德县大牢的狱监。狱监？哎，耶！不过，哎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能不能我需要一个得力助手？好说好说。 哎，咱们边走边说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好地方？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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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这个云儿，你留下啊。哎，我们走走走走走走，咱们边走边说啊。这什么地方啊？好地方，进来就知道了。哎哎哎，来来来来。 什么地方？这是，请。哇！杨兄弟，你们朝人太腐败了吧！贤弟，大家正在这等你呢，别跟大家客气啊！来来来来。 太爽了，太爽了！可是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妥当的名字呀。哎，对了啊，要不你帮着起一个。哎呦，那肯定就叫天上人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名不行。人间天堂吧。应你的要求，你要的这个啊，得力助手来了。龙子君，你多久没洗澡了？啊？